即可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？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泪滴落成鸟飘，心跳都微妙，在你这里转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我刀，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我的泪真要飘，就往心里飘，含目泪的怎能为这小事泪掉，这宿命已悄悄，人生剧本已定稿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就好。各位董事，学校的情况我都一一做了汇报。现在呢，学校的老师流失率很高，这就造成了学校不能正常运转。学生家长们也都投诉了。作为校长啊，难辞其咎啊。学校现在的情况啊，也不能都怪张校长，毕竟他刚来没多长时间，很多事情呢也都在熟悉。我们校董会也有责任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学校不好办，你办不好吧，到处闹埋怨；你办好了呢，要追加投入。说白了吧，费工费力还挣不到钱。我们办学校不为挣多少钱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，我们这也是在做公益。慕容太太，这只是你个人的想法，不能代表我们大家。我是生意人，做慈善呢，我每年都捐钱。但我们这是私立学校，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，还是应该赚钱的吧？对啊，挣多挣少不说，但总不能亏钱吧？现在办成这样，还不如把学校卖掉。你这么下结论还太早。哎呀，我就是实话实说。各位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在下结论之前呢，我想请负责学校招聘的廖董事长来讲讲招聘老师的结果吧。廖董，请吧。各位董事，现在学校还是没有适合的老师，所以请各位董事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廖董事，你还让我们大家等多长时间呀？我看不必了吧，结果说明一切啊。哎，钟董说的对。我觉得啊，是不是大家现在心里都已经有了选择了？那我建议直接投票吧。各位，请听我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学校师资力量不足，已成定局。外界有各种质疑的声音，再这么等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。刘老师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教育局梁英局长，大家欢迎。在梁局长旁边的这位，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，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他，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都是他的学生。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市教育局的泰斗刘忠良，刘老。哎，同学别闹了，他们来了，赶紧的。梁局长这次带刘老师到我们学校指导工作，是我们学校的荣幸。现在呢，请梁局长讲两句。各位董事，各位老师，我很荣幸来到贵校。其实我的此行也谈不上是什么工作，而是陪着我的老师刘老来学校上任的。我就不喧宾夺主了，有请刘老讲两句。承蒙各位谬赞，
刘某曾教40余年，浪得了一些虚名。不过，从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头一天开始，我就发誓要以教书育人为使命。昨天晚上，我的学生，哦，也是你们学校的老师，带着他的学生去找我。说实话，我是被这些学生的执着和热情所打动了。刚才贝总说，我和梁局长是莅临指导工作，哈，指导不敢当，但是工作是一定要做的。所以，请在座的各位校董和各位同仁对我的工作要加以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从即日起，刘老就是我们学校的名义校长，大家看如何？有刘老担任名誉校长呢，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啊。但是学校的现状是极度缺乏师资力量，没有老师上课呀。刘老恐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。对，对呀，这没有老师的学校不是也是空壳子一个吗？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么就请大家一步跟我到楼下去看一看，请吧。小时候的朋友，这么多年以后，你们是否都还记得我？曾在同间教室用同一张课桌。哦，各位老师都来了哈。哦，杨老师，你好。哎，各位董事，各位同仁，他们呢，就是刘某请来的各校知名的退休老师。你们大家也看到了，在他们中间呢，有很多就曾经是你们的师长。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，他们就可以入校开始工作了。老师，刘老师，哎，过来吧。冰云呢？你在这先等一下，徐冰。你跟我走。老师，谢谢您。徐冰啊，你的情况冰云都跟我讲清楚了，我了解。人孰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其实啊，老师不是不想原谅你，老师是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呀。外面都说我是优秀教师，是泰斗，其实啊，我连我自己最器重的学生我都帮不了，老师啊有愧呀。老师，我错了。其实这句话在我心里已经说了上千遍上万遍，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当着您的面说出来。学兵啊，我虽然已经答应来学校了，但是出于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，我想对你提点要求，可以吗？老师您说。好，你要答应老师，从今以后不要再插手社会上的那些事儿，有些事情不是靠暴力就能解决问题的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做一个好老师。老师，我答应你。好，薛冰，记住了，你是一个男人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如果违背了自己的诺言，那以后
老师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好，你们去忙吧。干嘛呀？借钱啊？你看我这身行头，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像。今天晚上去喝酒怎么样？不去。冰月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啊？我现在不想聊这个。可是你为了我专程把刘老师请回学校，你这样不但救了学校，救了学生，还救了我。嗯。所以为了我们共度难关，我们一起去庆祝一下怎么样？不去，再见。今天所有的酒都算我的，大家喝好，来！啊，行。秋哥，生意不错了。就是啊，秋哥，你这么大方请，我们怎么好意思啊？啊，骗你的，喝！哎，斌哥。怎么不开心？你是猪啊？啊，想苏老师了？你们好好玩，我出去透透气啊。苏老师也去找过刘老师了，我知道，所以说他还是很关心你的呀，所以说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呀？我真的替你们着急，女孩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是吗？那叶小白平时怎么哄你啊？叶小白这个人笨嘴笨舌的，平时就会说对不起。真的。再就是送送我小礼物啊，带我去看电影啊，陪我去海边逛逛啊，带我去商场啊，其实这些让你们看着廖学兵，你们怎么说的？啊，一明一暗，互相配合是吧？这个就是你们配合出来的结果，啊？人家步步为营，你们进退失据。我说你们两个呀，要是长了那个廖学兵一半的脑子，我早就把郁金香给卖了。贝爷，这学校里边的招聘的事儿呢，哎，我都挡回去了。可是学校以外的事情呢，我也管不了。姓张的，你他妈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，老子天天带着兄弟在他妈外边围追堵啊！你呢？你他妈什么破校长？你天天在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打不着，你那破工作老子也能干。嘿，行了。别吵！
我再给你们两个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月，让那两个人消失。现在，你俩给我消失，走。拜托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搞这些无聊的游戏了？我是专门来谢谢你的。嗯，你的谢谢我收到了，带着你的花儿一块走吧。啊？怎么你不跟我一块去了？你能不能不要再骚扰我了？在学校那是没办法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但是我希望呢，在我这一狭小的私人空间里面，你离我远一点。那你为什么还为了我的事情去求刘老师啊？我真的不是为了你才去的。既然我也在这个学校，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正常的运营下去。还有那些学生们，我不希望他们念书念到一半，因为大人们的私利贪欲而让他们被迫换学校，甚至是辍学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不信。嗯，你不信啊？你等会儿就信了。这到饭点儿，廖老师又来蹭饭了，一起啊！我一点都不嫌弃啊，我嫌弃，我特别嫌弃，我很嫌弃。群饭桶，交给你们什么事儿都做不好是吗？啊，一定要让我亲自出马是吗？廖学兵现在不是什么大哥了，他只是个小保安，有什么不敢动的？傅言哥，您说的对，可是我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找机会，办他们还用找机会吗？你告诉他跟叶小白，郁金香老子要定了，别再给我整他们什么幺蛾子，识相的趁早给我滚蛋。元哥，我们也想，可是现在这个媒体一直盯着郁金香呢，我们也。不好直接找廖学兵的麻烦。先把叶小白给我搞定，廖学兵自然会来找你们。好，坐得干净点，不要像个黑社会似的。我是个生意人。老师，廖老师，
回事啊？小电驴不要了？要啊！我现在就这一辆车，那是我媳妇儿啊！李仲，你行啊你！把廖老师拉风的大摩托都给抢过来了。倒是想呀，这可是廖爷媳妇儿，我敢要吗？廖爷媳妇儿不是苏老师吗？说你智商不够吧，情商也低，哎，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廖老师，没事儿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再说了，校门口有多少小女孩天天排队眼巴巴的等着你呢？没事儿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上课去啊。哎，别啊，廖老师，你可是我们的精神支柱，你这样垂头丧气，我们怎么可能安心的上课呀？要不这样，我们呢就帮廖老师把苏老师给抢回来怎么样？哎，我赞成。李仲，他傻你也傻，还抢回来，女人需要的是 surprise 惊喜，懂吗？别光到时候只有惊没有喜啊。哎，这事儿我来策划啊，肯定万无一失。哎，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讲。廖老师，我们下课之后帮你把苏老师给骗出来，然后你……他最讨厌别人骗他了。好，那这样，晚上放学之后呢，你回家给他做一桌子他最喜欢的。不行啊，猫儿昨天刚做过。好 ，OK， 那这样。你给他买一个三克拉的大钻戒，晃瞎他的双眼。不行啊，我没钱。要不淘宝买个高仿的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出馊主意了。你们想害死廖老师啊？那个时间到了啊，上课去。Surprise！ 到时候找你们帮忙啊。哎，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呢？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我只对你耍流氓。哎，你再这样，我告你性骚扰了啊！苏老师，我错了。苏老师，好笑吗？前面是 S Super， 后面冰 Super 冰，很帅啊！你忘了你自己还是个人民教师啊？知道错了，来打屁屁。梁一鸣，厕所扫了没有？廖老师，这管我们学习就够了，我们连撒尿都管。不管谁管，你们尿的都得我来擦呀、啊！有什么事你明着冲我来，我他妈叶小白不怕他。宿舍变成空房间，再一次感谢你的出现，人生下场再见，我的兄弟。请你不要忘记我们曾吹过的牛皮，当皮鞋慢慢打底了球鞋，我们也掉了随便，一声再见，一声再见就在眼前，就在眼前，让我们在拥抱中祝愿下一站总会遇见，永远保持最真笑脸，许下诺言，许下诺言，画好横线，画好横线，不管未来世界多危险，为了梦脚步永远